皇后娘娘，皇后娘娘来得不巧，主上刚用过药，现在在御花园散步呢。要不小的带娘娘过去？不必了，朕就在这里等她吧。你去忙吧。那娘娘坐，小的给娘娘奉茶。主上榻上怎会有女子之物？娘娘，嫣嫣，到底发生什么事了？无论发生什么事，大姐都站在你这边。你跟我说啊。我没事，我自己会处理好。你呀，太要强。好吧，大姐不逼你了。你什么时候想倾诉？记得来找我，知道吗？现在什么都别想，好好休息，等明天好了，我们再说。